已经摊牌了，那就不装了。一把是刀，另外一把也是刀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另外也宣布一下，风少呢还是比较传统的人啊，相信一句话叫好事成双啊。那买一个福占花人寺，就会有对比，就会有好坏之分，就去与强与弱的分。但是如果他都买了，就都是自己的了。关于谁是第一花城寺这个争论呢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啊。恭喜风少喜提另外一个福占花城寺啊，也是跟乐哥一样的一个超级福占玩家，为一个团队付出的特别多也特别久。然后呢，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风少在珍宝阁的福占花城寺号啊，精清加抗风，效力啊高伤害，愤怒加流云，罗汉极限属性，项链呢是高灵破甲，灵力高的熔炼就低啊，灵力低的熔炼就高。衣服的话是奇敏双加啊，修罗傀儡鬼啊，武器的话差了一个神佑，灵士的话三速度，这个速度19暴力，这个速度爆了8啊，这个不是19啊，是速度爆了9，这个是速度爆了10啊，暴力速度30的三法防暴力，速度30啊，法防爆3+3再加10啊，爆16点啊，名字都改完了，我的天，风少死法，死亡法防镜台，力劈壁垒镜台，九技能谛听啊！什么？这只宝宝六轮车啊！这只宝宝曾经拥有过钝器，有一本钝器的时候已经接近百万了啊！在已经接近百万的情况下强行改出啊，终于改成了梦幻西游目前已知的唯一的一个六轮车啊！4个大法，4个小法啊！